多少有点社交牛逼症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呢？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师父，求求你帮帮我吧。师父，你得帮我呀。孔气，这可是遗传呢。给我闭嘴。阿七。司彤，先生罚你抄的佛经你抄完了吗？要你管。吴岩先生，司彤又来捣乱了。还是你。